所以说这次等于再拍一次，嗯，拍一次完了就说是最后一出了，最后一出了，说是最后一出了。他说年龄大了，不好意思演谈恋爱的戏了。哦，然后拍这戏之前跟我说，嗯，没有亲热的戏吧？我说这你放心，没有啊。他说那我踏实了。大爷，您拍过亲热的戏吗？拍过，也拍过，嗯啊。很少吧，我的汗颜吗？很少，很少，很少。那啥，那个就是拍《飞三》的时候，齐哥给我发微信说：“你赶紧帮我想一个词儿啊，就那个，就您说的吧，那个哦，什么面对面坐着还想你哦啊，不是，就是前边那个葛优说，原来信天游有这么一个啊。”高山上盖庙还嫌低，面对面坐着还想你，但是这是思念，但是差一句，那什么就是挂念？对，我都有点忘了。他就是好像挂念就是担心吧，嗯，是一种，怕你生病，怕你吃不好，怕你受委屈，怕你不回来了。嗯，因为那句太厉害了，就是他。无懈可击，哎，好像就是葛优突然想到的谜句。嗯，你是在左景之说的啊？左景之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，我们也今年也有年，也能看一些片段吧，《飞一飞二》的。你是经典那个啥？这算亲热的戏吗，大爷？这不算，不是这。只是一夜我没有，还挺仗义。为什么？我爱上你了。哦，这算亲热，半亲热。这都算半亲热啊，就是语言上亲热这个。那这种镜头就是我们看着就很带劲的。带劲是挺带劲的，我看着挺温暖。嗯，你想看实际生活上不会有一个人这样靠着吧？对，这当时怎么想到的呢？就这种，因为通常俩人是。我面儿，葛大爷，你只有这么靠着才没法亲热，是吧，哦？不然不得不亲热一下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，这个人后背演戏，其实比正面演还给人的想象力多。嗯，多少学问这里？那大爷，您觉得自己跟那个就是在爱情观这一块啊，嗯，跟勤奋是像吗？这说的我自己的事儿，这还是不像。那比如说就是像这种跟一个仿生人这种啊，你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你能接受吗？我跟小刚讨论过这事儿，就那个这个分寸，说人家信不信这个，嗯，这是一个，但是呢后来说不能认真这事儿。你看一电影，你老说这是吗？这不好像不能这么看。咱就这么说，说这个老太太去世了，嗯，这儿子这个还习惯性的想到时候啊过年过节看看妈去，但是妈没了不在了，真说给你做一个，嗯，说话声都一样，长得也一样，那劲儿，你去你说什么他也都接得上那话。嗯，说陪着吃一饭去，我觉得可能也挺好，就跟老太太还在似的。嗯嗯，前提是你说什么他都能嗯对上，都能对上，嗯，是吧？像是肯定能做到的，是吧？嗯，就是可能儿子对妈这个，就是如果是儿子没了，妈想儿子可能更哦对对对对，是吧？不一样，更那什么。嗯，那我感觉会带来更大的心痛呗。嗯，在回家的路上有个地方没装得像，嗯，不知道哈，咱没法。别是原本那个人那样了，他一个新的，也是那么大岁数的，没准儿行。那你雇我呗，我就做一老公可以，做一新的。啊，嗯，其实这个我们想象未来的科技是可以乱真的，就是跟真人一样。就是。你不知道这里做的到底是那真葛优来了没有？说那在宁浩那儿拍戏呢，啊，是吧？你这。